就是一群那边的老哥，这边的新哥，这边的新哥，罗马那边的老哥。全是韩文。欢迎欢迎大家顶顶嘴顶顶嘴，欢迎。这个是很熟悉很熟悉我们的人，因为城里每个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他知道每天哪些人要来啊，他都知道，哪些不会来，冬季老师来不了他都知道。新的那个麦克风，以前是机身的，就是自带的 A1 带的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好多网友说这个应该加强那个声音效果。好吧，好，今天昨天他穿了另外一个裙子，今天穿那个。没办法啊。对，有超大的这个，对，有点超大的。他也穿的是粉红色的，摇摇不那个不是啊，哦，这个是摇摇，这边是，好，今天 Apple 给的是radio， 刚才真的没有吃。我们的 iPhone 44，my camera is Apple，sports 就是跟旁边工作有关的，这个不，小学，学舞蹈专，古典舞的，学古典舞的。他每次带去的照，他说你学校同学看得不好。带去的照还是很别致。各种拉醋，很在意。他说。拍视频把我腰的瘦一下，瘦下腰。我说你腰还可以，不是不胖啊。啊，他说瘦一下吧，瘦一下。然后他不玩抖音，抖音是有点上头，几十个吧。拉出那个名字太多了，
所以他，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拿出来的？各种拿出来，然后他的抖音上面也叫拿出，太多了，一搜一大堆。这个又新的，新的一年，这就取真明天就走了，明天就回学校喽，明天就回学校。他要跳，这首歌他应该感兴趣。